但不过，有相的陪伴，你在我的身躯边，咱每一天拢在家事的所在打滚，袂个卫生，希望就会使照顾你三顿饭。虽然听你哦，不在咱兄妹身躯边，但是大哥你有奖志，文武相全，咱兄妹自力更生，你会当打滚袂个，会当轻歌万步。凭咱家己的唱歌，咱家己的能力赚钱，袂去哄笑。我真义感觉有你这个大哥，我感觉足光荣的呢。感谢是嘞。希望日后赚足金钱了后，我能去行城户口，让你会使享受荣华富贵啊。荣华富贵对我来讲并无重要，我希望的是大哥你会当去到行城地。功名成就，完成你的心愿，这是重要。那安尼，今天早间爬起，你我两人烧酒，往到东底庙埕来去，来去打滚下街咯。对，过来。来关心阿姑哦，大哥，你着放心嘞，趁即马人客坐坐坐，打滚袂个。好，那恁就
大家啊，用这一段小弟来告诉，从厝内到遮，要来打拳卖艺，也是功夫看了袂歹的时阵，请你淡薄仔金钱来收拾的，顺便啦。一点仔都无意思，哈哈哈！我介意，你家个小妹嫁给我，这代志以后拢一笔勾销，无可能。你爸话敢讲完啦？哈，所以你无可能。叫啥名啊？妹妹，妹妹，叫啥你妹妹啊？啊，你是妹妹？我是小妹。怎么代表我是你小妹啊？啊，你去看你，我坐在边边唔对吗？那你无熟悉哥哥，伊若要嫌麻烦，咱转来去。赶紧，没走过这个江南走。啊，那你个看边边哩？我看边啊，位来啊，是不是？到底是要做啥物？做啥物？林小妹走出来，你得咱走。我跟你讲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我小妹，请你放手。无爱你，那安尼就卖我对你无客气。啊，无你先对我无客气啊！你有架势，啪！
双手，你阿个，想讲互你表现一下，无是个你个酒这么醉啊！你爸爸阿爷唔惊你，够啊！爸呀，我求你啊，你莫跑阮阿爷啦！你唔敢哦，唔敢上好，这查某我掉啦！你是做啥物？哎呀！行，对，我比情绪更高级。不用紧，我身为叫你情绪了，就别来看卖啊。